呢條數咧係靠大家由已知嘅啲條件去證明一條等式嘅。咁啊，事不宜遲，我哋過嚟睇下。咁啊，已知條件我哋有呢一個啦，即係2015嘅 x 平方等於2036個 y 平方嘅。咁既然兩個都係平方嘅話，我哋不妨可以設呢嚿嘢等於 k 嘅平方啦。咁啊，可能而且我哋要 proof 嘅嘢有涉及好多根號，咁設 k 嘅平方都未嘗不可嘅。咁我哋由於有呢條式之後咧，咁我哋就變咗2015咧，就係、是、等於 k 嘅平方除以 x 嘅平方啦。咁而2036咧，佢就可以換成 k 嘅平方除以 y 嘅平方啦。咁啊，我哋既然係咁，就嘗試直接撻落去呢一條數，睇下會變成咩樣啦。咁呢一條數嘅左手邊就係跟好咗呢一嚿嘢啦。咁而2015咧就要換呢一個 k 嘅平方 over x 嘅平方啦，呢一個嘢乘以 x， 再加2036，亦即係換成 k 嘅平方除以 y 嘅平方啦，呢嚿嘢乘以 y。咁咧，我發覺咧 ，k 嘅平方咧就可以抽出嚟嘅，仲踢出去添。咁所以咧，出邊掹個 k 出嚟咧，咁入邊就變成根號。咁啊，分母咧就係 x 平方，分子就係 x。咁所以就變成1 over x 啦。咁而右手邊呢嚿咧，同樣道理咧，就變成1 over y 啦。誒，咁我哋有呢一個1 over x 加1 over y 喎。呢嚿嘢講明咗係等於一噶嘛，咁所以我哋左手邊咧呢一條要證明嘅等式嘅左手邊咧，結果就係等於 k 一個啦。咁如是者，我哋做完左手邊咧，都要睇一睇右手邊係咪相等嘅。咁右手邊咧，佢嘅數咧就係根號2015加根號2036啦。咁講過啦，根號2015咧。2015就是这个啦， k 平方 over x 平方加根号2036，亦即是 k 的平方除以 y 的平方。咁啊，呢一堆嘢 x 同 y 全部都是正数，咁啊，攞一个正的根号，所以咧呢一嚿嘢就等于 k over x 加 k over y。咁啊，掹完個 k 出嚟咧，咁啊，剩翻根號1 over x 加1 over y。咁所以呢一嚿嘢咧，到最後又係變咗一喎。結果成個答案咧，我哋就會等於 k 啦。咁由於我哋終於證明咗呢條數嘅左呢條等式嘅左手邊咧，係真係等於呢條等式嘅右手邊嘅。咁啊，所以可以將個結果抄一次啦，根號2015 x 加2036 y 呢個嘢咧就等於根號嘅2015加根號嘅2036啦，就係咁樣，證明完畢。